就是威风堂堂、玉树临风、智慧过人的楼主啦。好嘞，小雪，我就做个马杀鸡。还有办卡吗？抽两千送两百啊！哎，大哥，这是啥造型啊？珍珠奶茶哪里有？健身了解一下。你以为当穿越者很容易是吧？像我这样很辛苦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便宜点吧。来吃切糕，这个和这个不要，其他全包起来。今天终于可以放肆的生活啦！我们的行动代号就叫拓荒。死守大梁渡城。你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真的是为了穿越者好？你就是楼主是吧？赶紧把左翼军交出来！把奈何香交出来！把玄灵也交出来！楼主这个朝官，还真是一直为我大梁的百姓着想。龙大侠是吧？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楼主啊。